跟来唱会不会有点不一样？想说要准备来排一下台湾的诗词。嗯，啊，是这样。你现在变什么歪歌了？多说一点。没有啊，有我要说什么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啊，我今年没机会，今年。哎、欸，讲错，今年没机会，明年，明年有机会。他今年最大计划就是专辑，因为这件事情蛮，我刚刚讲比较特别的一次，企划案，所以花很多时间在前置。真的、哦？最近很漂亮啊！最近没有很漂亮很久了，对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你们想跟上面姐去哪边走走？为什么走走一定是只能跟上面姐？我更不能跟我爸妈吗？可以也好、啊，我不能跟我同事走走。对吗？那我们走吧。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也可以跟你走走，你最近低潮。那张姐进入到几集？大概凌晨啊，就是说前期的企划走得蛮完整的，对，但是还没有开始就是真的执行哪一件事情还没有。所以歌都收好了吗？歌曲的部分还是零这样？有你自己的创作吗？会有吗？为什么讲话？你最近怎么了？